今天呢，在拉斯维加斯来一个寿司店，圣诞节期间呢，到处都是排队。我们来了第一个店以后，发现完全排不到，大概要三四个小时，所以呢，又来到了第二家店。首先呢，上来的就是鱼子和生蚝，在沙漠的地方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，不容易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，就是天妇罗卷的寿司，这里面是热的，外面是凉的。里面是炸虾，外面包的三文鱼或者是鳗鱼，配的牛油果，口感还是蛮清爽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鱿鱼、虾、金枪鱼，还有这个北极贝，然后卷的寿司。它的这个贝类还有鱿鱼的这个寿司呢，口感是脆的，而且是鲜甜的。这个是烤龙虾的寿司，整个寿司都是热的。这个是炸虾的串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天妇罗的拼盘，有炸虾、炸鱿鱼，还有炸蔬菜。并且呢，最后还点了一个烘烤的这种寿司，两个人下来加小费呢，大概是100块，你觉得贵吗？